拿了3块地毯，待会儿铺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原来是我的工作室啊，这里有一张桌子，然后乱七八糟，然后之前的有好多视频我都是在这边拍的嘛。没有，耶！啊，你看，拿了3块地毯，待会儿铺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原来是我的工作室啊，这里有一张桌子，然后乱七八糟，然后之前的有好多视频我都是在这边拍的嘛，有这个海报在这。现在海报我暂时不管，我先打扫一下，然后把地毯铺一铺，铺完之后我把鼓啊摆上去，因为我这是做那个排练室嘛，乐队的排练室，那后面这个墙这个暂时我就不动了，慢慢来看，我先弄好基本的，我看看需要填什么补什么，我就再弄，然后这些桌子都要搬走。最早我是选中了这一款，后来过去之后，我问他还有没有一样的大小、一样的价格，他说这两款，然后稍微图案接近一点，但现在铺开的效果的话，你们觉得哪一块最好？我觉得这两块的颜色深度、色彩的深度好一点，比起来的话，这个就太淡了。但如果单独是它的话也不错。还是有点旧的感觉，不管，没关系，我看看。我觉得如果是铺两块，我会选这两块，所以我会先把这个收起来，把这块铺在鼓下面，鼓的下面颜色深一点，我觉得。随便铺了一下，然后把鼓也随便装了一下，然后把音箱啊、吉他都随便放了一下，因为到时候具体怎么放还得看，那个我不太懂啊，就是到时候看哪个放的声音对于大家来听是最好的。
那现在当然很空啊，这个房间很空，所以这个回音反射都是很强的。我到时候这几个墙都会贴那个吸音棉，感觉挺好的。原来那个排练室呢就是临时的，现在这边的话，我希望就是固定下来。除了作为排练，另外我这边录视频、录 audition 这些，就是这两个作用嘛。到时候等。就是把东西给搬进来了，基本上放了一下，然后音箱什么东西，线都接起来，要玩都可以玩了，剩下的就是我得把这边清理干净，然后留下这一片给我做那个什么东西，然后现在灯光简单的打了一下，我来玩两下。这边做 audition， 做 self tape 一面墙，我还有灯呢，我还有凳子呢。